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全自动熔体激光过滤器，它是专门为高污染废塑料熔融过滤而开发的专用过滤设备。本机可以处理污染物高达 15% 的各类型废旧塑料，能去除所有的固态或者高分子弹性体污染物，例如纸张。